时间，我们该和甘雨碰面了，这就去易经台吧。又有一朵花开了，真是个好时节。是吧？回去之后，我仔细分析了派蒙转述的情况。只说拯救溺水之人和演奏音乐这两件事，无论是人是仙，能做到的都不少。说到那段音乐能让人忘记自己身处生死关头，回过神来，人已经到了岸上。或许是因为寻常人类无法感知乐曲中的仙力，也不明白萦绕在他身体周围力量的来源，才会做出如此朦胧的描述。如非误传，想必是真正的仙人出手相助了。枫丹那边流传的故事不会是歪打正着吧？不过他们会把仙女想象成什么样子呢？我还挺好奇的。哎呀，那就跟甘雨一样了，倒也算是有一点点依据。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有点好奇，如果现在要甘雨去救人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啊，问我吗？把人拉上岸之后，我可能会偷偷躲在哪棵树后面，观察对方的情况吧。确认后续一切平安，再偷偷走开。我懂了，甘雨是做好事不留名的类型。不是的，是因为解释起来很麻烦，我也不太擅长接受别人的好意。哦，那说不定仙人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才什么都没说就走了。我想想，哼，本仙只是恰好路过，顺手为之，休要多提。小小人类，险些扰了本仙弹琴的雅兴。派蒙学的倒有几分像流云真君。我印象里，流云真君并不是擅长演奏乐器的类型，但也不能因此就排除是他的可能。我们现在出发，去奥藏山找他问问也好。一来可以向他直接确认，二来，我在离月港待得太久，
和仙人们的交集要少一些，想打听这些事，最清楚的仙人就是他了。好呀，反正和流云剑锋真君也熟得很啦，这次就不用再带吃的去了。节日的见面礼我已准备妥当，只是……嗯，真君平日闭门研究机关术，估计惯了，一旦有了聊天的机会，他就……罢了，我答应过要帮德沃沙克先生，契约已成，不应顾虑太多。二位，我们这就出发去流云真君的洞天吧。甘雨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，能理解他的苦衷呢。这样吧，要是今年流云剑锋真君又想讲故事，我们就帮他转移话题。已经跑没影了。喂，甘雨，等等我们呀。府上，啊，扑了个空嘛。真君一贯深居简出，以往节日期间总是众仙来拜访他。嗯，冷静下来想想，诸多情况真君都能应对变通，无需担心。既然这里扑了个空，下一步或许我们应该将众仙的洞天都探访一遍。还要接着跑吗？有啦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派蒙请讲。我们的目的是找到那位仙人，没错吧？虽然现在没听到乐声，但既然仙人这么好心，不管什么时候有人落水，应该都会出手相救吧。嗯，道理是没错。所以只要这个家伙装作掉进水里，就可以直接把仙人引出来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会游泳，我会真的咯噔咯噔咯噔沉下去的啦。嘿嘿，信我就对了嘛，那边水就挺深的，快游去正中间。怎么回事？现在感觉如何了？身后
我大圣。你们快说话呀，该不会要我来解释吧？好吧，我说就是了。我们再找一位既会演奏音乐又能拯救溺水之人的仙家，但仙人们不一定会乖乖待在洞天里，去了也未必能打听得到。不是我。我知道仙人应该是女子。我并非仙人，旅行者和派蒙应该知道。我承认都是我不好，早知道会出现这么尴尬的场面，我就不乱出馊点子了。没事便好。据我所知，夜叉中没有你们所寻之人，何况这般做法太令人担心，下次切勿再试。降魔大圣依旧来去如风了。是啊，我都不敢擅自接话。申鹤近来修行还顺利吗？海灯节是否有什么打算？要不也今年我本想陪伴师父，但是……说起流云真君，你上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？今日就见过。他清晨时分早早出门，往虎牢山的方向去了。我见他以仙法护着一个锅炉形状的机关，或许是给离水叠山真君送去的吧，我没有多问。原来只是时机不巧。你们先聊，我去将礼物放入洞天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听上去申鹤和甘雨的关系熟络了不少呢。我冬夏两季随师父修行，其余时间则在离月港内适应人间生活。他为我安排了城里的住处，又向我推荐了好几份工作，但我学着他身边人的样子称呼他甘雨前辈或者甘雨姐姐的时候，他却拒绝了。有的事要学，有的事不能学，不太好记。原来如此，我记下了。说来，两位想见师父，是与你们正在寻找的仙人有关。没错。对了，申鹤在山间修行的时候，有没有听到过什么音乐？音乐？是什么？就是让你感到开心或者放松的声音。紧张还有害怕的声音也可以算吧。我已经处理好了。真君看到留言就能找到我们，不用担心刚好错过。哦，真方便呐。我们正聊到音乐，如果是说这个，我每天都能听到，请跟我来。原来真有嘛，那就快点过去吧。平日我喜欢在这里伴着音乐练功。
完蛋了，我是不是耳朵聋了？我怎么什么都听不到？啊，才不对了，我明明就听得见你说话。但音乐声在哪里啊？鸟鸣悠悠，水声潺潺，令人放松的声音，不是你们要找的吗？啊，我当时话还没说完。好吧，怪我啦。申鹤，我们要找的不是自然的声响，而是乐器演奏出来的旋律哦。旋律的意思是？我说，为什么不是你自己来唱嘛？就是申鹤听过的那个，会更好帮他理解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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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不是之前云锦所唱的戏曲吗？这段旋律就能被叫做音乐啊。它像是让我回到了过去，闭上眼睛，漫天宵灯就会浮现在眼前，仿佛又和大家一起在群玉阁上举杯畅饮。看云锦演出时，我感觉胸口十分温暖，杯酒入肚都变得温热。今天再听你唱戏，这份感触依旧丝毫未减。原来音乐有着这样的力量。申鹤的体会比我想的还多，音乐确实能让人回忆起很多东西呢，就好像把我们所经历的特别时光全都浓缩进去了。甘雨呢，你记得什么印象深刻的旋律吗？我已经不记得父母是否为我唱过摇篮曲了。除了璃月当地的民谣，我还能回想起来的是码头水手的歌声，老铺子门口商贩的叫卖声，街头民间艺人的弹唱。是的，过去每每听到这些旋律，总觉得他们离我很远。我对广大人民来说，应该算是非人之物，所以没法很好地理解人类的艺术与情感，没法融入他们的生活。至少从前我一直这么觉得，后来想起，才隐约感到，那些都像是我主观设立的束缚。那些旋律带给我的感受，与带给他人的并无太大区别。哪怕我们出身不同，哪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可生活中那些最平凡的点滴，走在城里的见闻，其实都是一样的呀。对呀，甘雨也早点跨出这一步吧，我来帮你数。不说上级，就说克勤跟申鹤好了，他们不都是你的朋友吗？对，我是。辈分上本应以师姐妹互称，但我已经知道朋友是什么意思了，我们之间更像是朋友。谢谢大家。等到春暖花开，甘雨请叫上客勤一起来我家做客，我种了各种各样的花，一定会有你喜欢的。这多不好意思。朋友之间不必客气，培育和养护的方法我都是按你教的来，由你亲自检验，下回我还能种得更好。我会留出用于观赏的部分，剩余的都可以吃完。那就提前谢谢你了。这里是不是该说恭敬不如从命？是吗？我也不确定。
哎呀，不要纠结这个，明明是女孩子们的聚会，却约在一起吃花，该说不愧是那个仙鸟带出来的徒弟嘛。哼，何人竟然如此大胆，不唤本仙仙名，而称本仙为仙鸟？师父，真君来了。出现了，就是这个从天而降的大仙鸟。甚至敢说这个而非这位。哼，一段日子不见，你倒是越发蹬鼻子上脸了，本仙懒得教训。甘玉的留言本仙已经收到，你们所寻之人我也心中有数，如何，要随我来吗？我今日还有修行在身，就不和师父还有几位一同前去了。嗯，晚些时候回府上等我吧，佳节难得，你大可放开吃些菜肴。想放宵灯的话，随时都欢迎你回来。谢谢，台灯节快乐。剑锋真君怎么带我们来这里呀？甘雨自然是知道归中这个名字的，但你们又是否听过？归中乃是惩治魔神哈艮图斯，他个性活泼，喜爱发明，又很爱热闹。许久前，此地尚是繁华市集，那时归中常呼朋引伴到自家做客，招呼众人聚在那张最大的石桌边。明海七侠总是第一个将他新搜刮的宝物摆上桌。说起那家伙呀，性子温和，可谈到喜欢的东西总是爱显摆。我有印象，竟然是那位明海七侠真君呢。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老对手了，想起他又是许多回忆。他一掏出宝物，众人便坐不住了，当即争相点评一番。我和归中自然不会服输，便又各自摆出得意的机关作品。仙人嘛，本就各有本事，难免都有些心高气傲，所以我与明海七侠常常争个不停。他的宝贝都不是自个儿做的，不过是擅长寻宝而已，哪像我向来都是自己动手。真君，你这是又争上了。跑题了，每到这时归中他就会开始看热闹，有时加入我们一起吵，更多时候则是拉着大伙说些胡话。什么样的胡话？什么都有啊，有时是，哎呀，你们别吵了，都不如我；有时则是，等他们两个吵完，咱们就去山下烤肉吃。他呀，向来想让大家高兴，可倒也有几分本事，说什么样的胡话
居然都不让我觉得讨厌，而且也从未称我为仙鸟和那个女人。你不要这么小气嘛。哼，反正我们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，灶神马克修斯就已将可口的饭菜端了上来。灶神的面子谁能不卖，自然是停下争论，匆忙收拾桌面，推杯换盏。说来那时我还嫌帝君带来的杯子总是过于方正，不合我习惯。哎，我说你们能用得惯方杯子吗？对吧？所以说帝君啊，有时也会百密一疏呢。灶神的手艺连我也挑不出毛病，席间闺中又总会起头找话题，说说这个说说那个，引得欢声笑语不断。这些老家伙呀，各有各的臭毛病，可跟他们吃饭为什么就是会觉得无比开心呢？我们在高处就着美酒看日升月落，随后终有一刻宴会结束。歌尘浪氏真君时常留下来跟闺中一起赏会花再走，那时的琉璃百合从这儿到那儿绵延成一片花海。歌尘浪氏真君就是阿平，大家熟悉的平姥姥。哦，原来是他。不对，故事听起来是挺热闹，但我们不是来找仙女的吗？还是说你的意思是仙女就是那位闺中，而她已经……唉，本仙许久不来此地，就是怕被这残破的废墟惹得触景生情。你倒好，如此着急问东问西，将本仙的伤感都搅浑了。罢了罢了，本仙这就和你们细说往事。旧时本仙常因机关术与闺中争吵，我俩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。本仙曾以聚会为由邀请最为公正的阎王帝君一评两种机关的高下，帝君却说闺中的一壶机关要略胜于我。哼，虽然难以启齿，但本仙心里清楚，闺中在机关术方面确实高我一筹。至于闺中和歌尘浪氏真君的故事，则要从一个铃铛说起。闺中认为机关术虽不能完全替代人力谱曲，其成品却足以比拟简单创作。歌尘浪氏则认为音乐是灵魂之响，是有感而发之物，绝无可能由机关自发生成。二人争执不休，我只得请帝君出面，他收走铃铛用于操办各项典仪。自那以后，我见他们常到山中聚会，探讨雅乐、机关术与人间种种。但好景不长，后来魔神交战，归离远战火迭起，闺中不敌来者，于战中先逝。等本仙与歌尘赶至，残垣中位于固有深海。此后应歌尘浪氏要求，阎王帝君将狄尘灵转交他保管，本仙也遵循着固有之念，对他那闺中机略作叠记，以此怀缅。宵灯几番起落，人聚人散。你在看什么？归离园吗？在看这片山水。
人死如灯灭，仙人亦然。或许终有一日，我们都要尘埃落地，回到红尘中去。本仙生性淡漠，情感内敛，又不喜交际。与闺中的交集，是由对机关术的研讨拓展开去。可我看你挺多朋友，挺能聊天的呀。人前不露怯，不意味着本仙喜爱结交朋友，这叫做开朗的内向。说到底，本仙可不像歌尘浪士，他性子飒爽，又不失细腻，还能言善道，和闺中的友谊比起我来只会有增无减。这两人过去曾是对手，屡次以作曲较量。那个狄尘灵啊，就是闺中的得意之作，既能编曲又能演奏。奇怪，我还一直记得狄尘灵是平姥姥问老朋友要来的呢，还说过他年轻时候爱漂亮什么什么的。歌尘浪士爱漂亮，得了吧，这铃铛里有伤心往事，而且一定是时机不对，他才故意那么告诉你们。至于老朋友，还能有谁？那会儿歌尘浪士听说有个名叫钟离的人想借用铃铛，立刻就猜到那人是帝君，并且已经做出了重大的决定。这么多年下来，有些事我们彼此还是有数的。居然是暗号码，这真有学问。被你打了个岔，我说到哪儿了？哦，想起来了，狄尘灵以机关术驱动，非常适合用于伴奏，在后来送仙的仪式中屡次起到作用。歌尘浪士后来特意索走他，并非是为创作哀乐。他每次摇响铃铛，传出的都是闺中所作的那一曲。他俩在音乐上一度有过观念碰撞，谁都没想到闺中逝去，歌尘浪士鸣琴追忆，二人从前各自谱写的旋律竟逐渐融合。歌尘浪士从前也爱热闹，喜酒好歌，闺中走后，他却不再爱结伴，时常一个人坐在山顶抚琴而思，时而悲伤，时而舒缓，时而又情绪激昂。不知过了多少年，他似乎终于编出一个满意的曲调来，便向云中奏乐，以示庆祝。说起你们在追查的那件事，或许枫丹人的祖先就是在此期间不幸落水，被歌尘浪士所救吧。可是为什么满意的曲调只弹过一次？是啊，我也好奇得很，实在忍不住就问他，既然费了如此大的力气改编，又为何不再弹奏？他那时说，琴弦未断，知音已逝。流云，你说此曲又当诉与何人听？平姥姥，我只记得自己小时候受真君照料，魔神战争结束后就留在了离月港践行契约，与闺中虽也曾有几面之缘，却不知原来还有这般过往。闺中其人颇有远见，却太早离我们而去，云海洞天内手稿尚未写尽，留白处空余怀念。若不是你们要寻找那位仙人，这些往事恐怕也会被一同封存在尘沙之中吧。
现在你已知道，出手救人的仙女正是歌尘浪世真君。你打算向她提起这些吗？真君担心，阿平也会为此难过，是吗？正是。无论对本仙还是对歌尘浪世来说，故友逝去都是一件不愿多谈及的悲伤之事。但我冒昧地想，或许这也只是真君您的猜测。哦，此话怎讲？您看，我在离月港内守望的久了，见到的别离也多，亲人与好友逝去，这份苦痛我是明白的。但城市也好，人也好，总是在向前。阿平为人剔透，一定早已明白这个道理。山林中少了一位仙女，但与此同时，尘世间多出了一位人生前辈。我们虽在失去，却也在不断获得。他给予了很多人帮助，也将为更多人指路，而他们都会是他的朋友，陪他赏花，陪他探讨音乐。知音逝去确实令人难过，可人生还会继续，远方一定会有新的朋友等着他。海灯节要不要加上音乐庆典这件事，我们还问过平姥姥的意见呢。干脆回去就请他一起来参加，说不定还能请他登台表演。哼，就说你们几个小辈头脑灵活。那真君也陪我们走一趟吧。阿平和您好久没见面了，海灯节期间离月港内也有崭新的节庆布置。海灯节能有什么新鲜可言？本仙和他也是，想见还不是随时都能见。您这话不对，每时每日每月每年均是不同，许多事不应只是等待。嗯，这次带来的点心倒是不错。好吧，那本仙先走一步，去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老家伙偷溜进城玩耍。嗯，我们也快回离月港那边吧，别让真君等久了。归离园，归离集，你说如果细心栽种养护，有朝一日归离园是不是又能重新开满琉璃百合呢？本仙收回方才的赞扬，你这孩子还是天真了些。啊，神君，你还在偷听？见你等驻足不见，去而复返罢了，这回真的走了。你们几个腿脚还算快，本仙也才到不久。这是个什么好日子，
大家都来看望老婆子我。仙鸟姐姐，你还没说。说什么说？怎么是本仙说？你和平姥姥相处最久吧？歌晨，不对，应该叫你阿平才合你心意。刘云今天怎么连说话口吻都客气了几分？这恰逢海灯节，城内气候也不错，风中有花香。甘雨，你来说。好的。起因是我们在帮德沃沙克先生寻找曾经救过他祖先的仙人。流云真君告诉我们，弹奏仙乐出手相救落水之人的正是您。啊，待我想想。啊，的确有那么回事。时隔那么久，也亏流云你还记得。更难得的是，凡人寿命短暂，往事却能以这种形式一直流传到今天。又让那家伙说中了。那家伙？我们喜欢喊他归中。看流云这眼神，已经跟你们说起过他了吧？哎，可不是本仙要聊起的。无妨，海灯节正是纪念这些护佑璃月的英雄。闺中虽无缘得见今日的壮景，却也无愧于英雄二字。那闺中到底说了什么呀？最初他和我说，人类是一种弱小的生灵，而他有智慧，想要守护他们。和人类接触的多了，他的想法也有了改变。他时常感慨，人类的内心是多么纤细精巧，他们的才智与努力又是如此闪耀。又说，千万不要低估人类的潜力，只需要些微引导，他们就会爆发出无比强大的力量。到那时，他和他们说不定难分高下，应当互相学习，互为榜样。哼，他倒是会说得很。他机关术能赢我，还不是靠嘴皮子占了一半功劳。说起这个，柳云，你还记得那个机关盆景吗？你们送我的礼物。记得呀，当时本仙和闺中做得可费心了，说他凝结了我俩的技术精髓都不为过。闺中和我说呀，所有小草小花汇聚在一起，才是我们的家园。就像这眼前的璃月一样。平姥姥看上去十分有感触呢。唉，我们之中就属她最喜欢这种热闹又盛大的场面。她若是还在，肯定会找着各种机会与流云他们比试作品。璃月港内逢年过节都有乐声，论音律，他肯定还得来找你一同鉴赏，一起点评几句。对哦，音乐。平姥姥那时弹的究竟是怎样的旋律啊？
还有还有，平姥姥既然那么懂音乐，要不要一起来音乐会上演奏？我可以马上为您安排。不是老婆子要扫你们的兴致，这琴我已经好久没碰了，手生得很。每每弹起这曲子的时候，总免不了想到它，也不知我改编的旋律他会怎么看。有阵子我常觉得琴弦一动，他就会回来坐在旁边的石凳上陪我唠嗑。一宵到天，明海七侠，所有人还像过去一样。任时光飞逝，只要曲声缭绕，一切就又变回了记忆里的样子。您是还放不下往事吗？说彻底放下，就是我们自欺欺人了呀。可要说有多伤心，伤心之余却也见识到了好的东西。生活在这凡尘之中，就算想永远伤心下去也是够难的。瞧我的盆景多漂亮啊。心境坦率才能直面悲伤，你确实进步了些。总之你们年轻人的舞台我就不上去掺和了。既然平姥姥这么说，姥姥，哇，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啊，是出什么要紧事了吗？把燕飞给唬住了。没事没事，大家是来看望我的。原来是喜事啊，那就好。刚巧我也给诸位道一声海灯节好了。海灯节好啊，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些预约海婷的工作要和燕飞谈，一直没找到机会。德沃沙克先生那边就拜托你了，真君、阿平，我们先去忙了。现在吗？是哪个方面的案件，甘雨前辈？甘雨这姑娘还是不会撒谎啊。我聊天的本事她半点没学去，可惜可惜。机会难得，刘云坐会儿再走，我来泡壶茶，咱们也聊会儿天吧。好，我正有此意。你们下次见到那位枫丹人，请把我的心意也带去吧，就说祝他音乐会圆满成功。交给我们吧，平姥姥。谢谢你们，听老婆子我讲了那么多。至于那段旋律嘛，等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再弹给你们听吧。好呀好呀，我们会期待着的。等琴声再响，它说不定也如离月港万千尘沙一般，从地上天上望着如今的繁华，在某处偷笑吧。那我们这就去把消息带给德沃沙克大叔吧。平啊，我们之后是不是也该多聚聚？自然好，不过我在离月港里待惯了。要你们一个两个都这样，申鹤那孩子也是天天跟我说城里的故事，弄得我多稀罕听一样。刘云，干脆你也住过来算了，这里陪你聊天解闷的人也多。对机关术感兴趣能培养培养的苗子，
挑挑也还是有的。再说吧。祖先听到的旋律是一位仙人在缅怀自己的故友啊，说不定也正因如此才会那么美丽动听吧。哦，大叔的第一反应好特别，果然是音乐家才会有的思维嘛。但我还是很难相信曾经的仙女竟然变成了老奶奶。嘿嘿，这我就能接上话了嘛。据说璃月仙人很多都是不会变老的。歌尘浪氏真君，也就是我们见过的那位平老了，应该是自己想要变老的。平姥姥知书达理，慧眼如炬，无论她选择何种外姓身份，通透的心灵都不会改变。还是客情会说，哎，我也是这个意思啦。我得，我必须当面致谢。就等音乐会结束之后吧，我要把此刻的心情，把我最佳的状态全部奉献给这场演出。哦，对了，平姥姥还祝你音乐会能圆满成功呢。他应该会在老地方远远地听完这场演出吧。这是真的吗？哦，不好，我开始紧张起来了。好好，不行，我得再去排演一遍。几位，我先失陪了。大叔，哎，走得真快，还有话没说完呢。之前他还问过我们音乐治愈人们的意义，这趟跑下来也算有了些收获吧。有新的体悟可得说出来听听。我们发现音乐能拿来做好事，也能拿来做坏事。人听到音乐会开心感动，有时也会悲伤怀念。音乐是人们心中的记忆，能够超越时空，连接起思念，差不多这些。看来是发生了不少故事，无妨，相信稍后干羽都会告诉我的。客勤还要继续忙吗？最后还有些收尾工作，已经不算繁重了。只要大家能喜欢，所有的付出就有意义。海灯节快乐。这下所有事情都忙完了，等等，总感觉好像忘了什么事，是什么来着？让我从头想想。是那个蒙什么的竹笋，钟离说是说不着急，现在应该还赶得上吧。赶不上也不是我们的错，谁叫他不自己动手去采。不想这些了，我们这就出发去往生堂吧。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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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先到这里。哎呀，稀客啊，是来找本堂主玩的吗？你们大白天的，怎么在往生堂门口练习说唱？嘿嘿，一段时间不见好友，你的胆子怎么反倒变小了？这里背山靠水，地形开阔，还有看不见的观众前来助阵观摩，最适合排练了。看不见的观众，几日下来，我总算是习惯了胡堂主的说话风格。刚开始心燕不也被吓得不轻吗？跟见到巨大的青蛙一样。好了，你就别揭我短了。怎么啦？瞧你一脸疑惑。就让贴心的本堂主来为你解说好了。听闻那红色巡回想将艺术人才搜罗，我这位小象派打油诗人又怎能错过？本堂主泼墨，心燕掌舵，云锦雕琢，要让这开场演出变成最盛大的燎原烈火。韵脚压得不错，呸呸，我也跟着压上了。不过你们这样子不会搞出什么安全隐患吗？这你们尽管放心，我有舞台经验，要用哪种火力也跟玉恒星提前报备过了。有心燕那么说，好吧。他呀，背了精美石盒上山去了，说是要见见老朋友。钟离先生不在这里，多少有些可惜。他是位相当懂行的观众，又欣赏得来心燕的演出。是啊，最早就是他邀请过我来这边驻唱的呢。不过确实没想到真有一天能在这儿排练。所以说我往生堂可是好地方，诸位都要多来来，常来常新嘛。这话不假，胡桃总能带给人全新的惊喜，还有惊吓。对了，心燕，关于你的那句词，我有一些想法，我说给你参考参考。好嘞，没问题。哦，对了，旅行者太萌，那个山叫虎牢山，别走错山头了。见到钟离帮我带个话，就说今日来不来捧场随他心意，但来日饭局切莫推脱。哎，到时候你们也一起来啊、哦。堂主，我组的局肯定是精彩无限啦。你们是从离月港那边来的吧？城内近来可好啊？都好都好，你好奇的话就自己去看看好了。薛岳近来常在天衡山踱步，离月港的景象恐怕早已看在眼里了吧。钟离，找到你了，我们帮你把竹笋送来了。来得正好。地道的烟笃仙本应文火慢炖，用仙家机关术速成也算一种取巧。那个机关难道是流云的机关烹饪神技？我借来一用。
干脆就叫他煮饭机好了嘛。还是算了，机关里说不定寄托了制作者的心意，还是不随便修改人家想好的名字了。此行想必又增长了些见闻，那便好。怀古莫要伤筋，行走世间本就是一种积累，等烟肚先煮好，还请一起尝尝。对了，钟离，胡桃还要我们带个话，说是今日来不来捧场随他心意，来日饭局切莫推脱。捧场指的就是海灯节的音乐演出吧？饭局就不清楚具体情况了，他也约了我们，神神秘秘的。我与二位仙人在此小聚，祝福的话你们替我带到即可。至于饭局，堂主这么说，看来容不得我这小小客卿拒绝了。嘿嘿，那就到时候见啦。一言为定。帝君，烟肚仙已经做成了。好，我这就来。色泽饱满，气味醇香，这烹饪机关的机艺倒也不赖。你们特意跑这一趟，不能白来，一点汤品也给你们打包起来，记得趁热吃，味道才最好。早知刘云有这些好东西，就该问他借一个。你我二人向来对机关术没有兴趣，又不图口腹之欲，借来也是摆设。也不能这么说，我但凡能有些烹饪之法，申鹤那孩子随我修行时，又何必只吃野花野草呢？那要不回头咱们找刘云再借一个这种烹饪神机。不无不可，不无不可。我再与老友们叙叙旧，你们应该还有事在身，早些回离月港去吧，别错过演出时间。能登上红色巡回的舞台，我倍感荣幸。下面，请尽情欣赏我和胡桃为大家带来的演出。桃之果林，雷声风度张三李四入不敷出，我所独孤我有恐怖呀、yeah! 风尘诸位宇宙横光埋毒还珠，只愿行风射转君如闻说城墙呀呀呀呀呀，明日可有安排？辛苦了一年，我们不如以私人名义小聚一番。我做东，各位意下如何？天权大人掏钱，我得好好享受享受。
师傅，你听。希望来年也是好年。一定会的。师父，消灯，我。区区消灯，为师现在就给你做一个惊天动地、空前绝后的。你等着拿去离月岗，让大伙儿尝尝见识。过节嘛，就应该这样热热闹闹的。